新闻吧。 MAC 暌违了9年，终于推出新的第8种子弹唇膏。那它是全新的丝绒粉雾质地系列，而它跟现在的4大时装周同步上市，所以那些超模拥有的唇色你也可以拥有同款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次刚好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主题，搭配服装造型，然后打造比较时尚 T 台的那种感觉，就没想到超好玩，超过瘾。试色下来以后，我里面最满意的颜色就是 Devoted to Chili 这个颜色，也就是我现在唇上的这个颜色。那其实不意外，因为在 MAC 子弹唇膏里面，我最喜欢的色号就是 Chili 嘛。那 Devoted to Chili 其实就是向它致敬的一个姐妹色，我觉得它非常提气色，那不管是任何肤色的女孩都可以轻松驾驭。我尝试过用淡妆浓妆来搭配它，都非常好看。那相比子弹唇膏 Chili Matte 质地，我觉得新款呢涂起来感觉更轻，然后非常的滑顺。虽然它呈现的是粉雾的妆感，但涂起来却非常的保湿，然后而且不显唇纹，所以新款应该可以算是我在 MAC 子弹唇膏里面最喜欢的质地。显色度方面它也可以轻松堆叠，所以就算你是唇色比较深的也不用担心这一点。那像刚刚影片里面我展示了单擦，然后还有基纹妆比较突出去唇缘的那种效果，甚至是叠擦的感觉，我觉得都很好看耶。 MAC 彩妆在用色上面就很容易激发大家创作的灵感，有没有？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模特这个职业，如果我可以再长个5公分或是10公分的话，我觉得我一定会去当 model。 那感觉今天的影片就算圆了我一个梦，然后我玩得很开心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开不开心。进入到抽奖，我们这次会办在 IG， 所以如果还没有 follow 我的，记得到 Jessica Lin Channel 那边 follow 我。那我们这次会抽出2位来送今天的丝绒粉雾唇膏。那祝大家好运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